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7 星期日史诗加强一命无敌光归人 V3 改动连营售后无人 2.6 最久为复刻角色排行警员警牌第五前三无人问津 2.7 星期日一加一完全体花火被爆金币兵系新角色机制曝光。首先要说的就是星期日强度相关了，就目前星期日 V3 技能的改动来看，这波也是纯纯的加强了，对召唤物大加强。0加1的星期日现在是残点辅助，低命还是非常强的，6命性价比有点低。总的来说，这个版本的星期日产线和拐力都是花火上位，1加1完全体，花火就算是被爆金币了。警员玩家倒是要狂喜了，就是不知道后续是否会有其他改动了。而说起 2.7 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望归人 V3 技能的改动，就目前来看，拥有跨弱点消刃，在末日起码也有个保底，喝汤最多的是击破体系，尤其是波提欧，不过基础太低，最强也就是四命了。四命击破伤害提高为独立城区，半命充能享受充能效率加持，行动提前不包括召唤物。整体来看，对于流营队没太大变化，零杀倒是赢麻了，这波售后反转倒也算出人意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2.7 版本中，知更鸟、星期日、瓦尔特、望归人、御空、黑塔 SB 等角色也会登场。之前提到的兵系新角色机制，据说是附加攻击输出，且附加攻击的伤害基于生命值。这么来看的话，倒是有点像副 C。这是生命知更鸟要来了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星穹铁道已经是 2.6 上半卡池，乱破影月也已经 up， 还没抽到的开拓者们倒要抓把紧了。而说起截止到 2.6 版本全角色限定五星，最久未复刻角色排行也终于是出炉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五名警员，首先要说的就是最久未复刻排名第五的角色警员了，截止到目前也已经有222天没有复刻。警员作为 1.0 版本开服大 C， 人气还是非常高的，不过强度方面就比较难评了，就看后续召唤体系能不能让警员喝汤了。第四名真理医生，然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四的限定五星角色真理医生，截止到目前是272天没有复刻。真理作为首个赠送的限定角色，强度却一点不差，也是目前唯一一位 2.0 版本之前一次都没复刻过的角色，玩家们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。第三名刃，而说起第三名角色是刃，截止到目前已经有291天没有复刻。刃作为早期登场的输出角色，地位还是比较尴尬的，技能机制不错，就是倍率较低且无生命拐，除非在后续的 3.0 版本中烧血辅助登场，新体系刃喝汤也不是没可能，估计下次复刻估计起码 3.0 及以后了。第二名银狼，至于排名第二最久未复刻的五星角色是银狼，截止到目前有313天未复刻。银狼作为 1.1 版本登场的角色，早期量子战舰的核心角色，现版本地位下滑较大，后来在 1.5 版本有过一次复刻，不过想来银狼复刻的应该也快了，倒进混池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第一名希儿，最后要说的就是最久未复刻第一名角色希儿了，希儿和警员一样作为开服版本大 C， 后来在 1.4 版本也复刻过一次，作为量子战舰的主 C， 希儿如今地位还是比较落魄的，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最期待哪位角色复刻呢？星穹铁道 2.7 版本的前瞻直播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星期日望归人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 2.7 卡池新角色强度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2.7 卡池两位新五星角色星期日望归人 V3 技能改动的情况了，其中星期日作为虚数同协角色，在本次 V3 的技能改动中，低命倒是加强了，一魂逆天40的减防，二魂放终结技后恢复二战基点，这下真就是大布罗尼亚了。整体来看的话，星期日这波属实是大加强了，就是不知道后续是否会有其他改动了。
而说起 2.7 下半卡池登场的新五星角色望归人 V3 技能的改动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望归人可以让队友无视弱点消刃了。大招能量少了 20， 行技给了 14 速度，韧性条少了 10， 二命回能少了 2， 这么来看的话，道士和乱破更加适配了，流萤道士被优化的那一位了，这算是售后队友无了。乱破这波倒是可以起飞了，也算是整体加强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后续的 3.0 版本中，除了新角色黑塔 SP、阿格利亚等角色的登场外，有关于十星十人之一的珍珠的定位相关也来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珍珠定位是冰封饶，有召唤物，召唤物可以解控和治疗，倒是和之前提到的冰奶对上了。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